那就这样，这样不能这样，听说那没意思了，到此为止吧。王老师，你昨天鉴定的那个淤血，他有老师给他看了，意见不太一样。哦，给他打个电话，蔡总。哎，你好，老师。啊，你正好忙吗？啊，我给你看到一个事儿啊，我昨天鉴定了一些硫磺啊，他不是又让你看了一下？是，我看了，那个典型的一个电脑图。我仔细看了，那是多次加工在一条阴线里边留下的一个痕迹特点，包括它的自然的一个老化，还有沁色、入土的特征，还有沟底起伏的痕迹特点，看一点问题都没有啊。我绝对不会看错。哎，那你这样你就没法说了，因为你没见东西，你只是根据几张图片来鉴定的嘛。那么这样吧，你认为这个什么东西不可仿？当然是骨骼不可仿的。我认为所有和时间有关系形成的一些特点，比如说入土特征和老化特征，这是不可仿的。那么你说这个工痕，不可，我是不同意见的。因为现在你像造假，把电梯的速度降下，采用一。2000 years later， 和玩具三四十年，绝对不会看错。K.O.、我真的裂开了这个。这样不争论了，不争论了，那没意思了，那到此为止吧。